树峰，感谢咱铁二社所有咱的一队，咱的技术人员吼，感谢各位，咱所有车辆工作人员，大家辛苦，大家辛苦。代表着咱台东正楼主简宏宇当署长，以及咱俊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来听台花大王，来向各位弟兄欢迎，致以欢迎。就是我们在做头最会用的搅拌泥沙用的这个搅拌器，还有咱挂饼吼，会把泥浆先放在他手上的那个平板，那再利用吼抹刀抹上墙上，这都是代表我们在泥水匠，我们泥水工，我们所敬奉的祖师爷，他下面所奉祀的童子，也是拿着我们平常在工作上会用到的道具哦吼。
也是少数几个在他们的社员里面有自己的北管团体的哦。我们清一社的北管所有的老师，我们所有的乐师都是我们的社员，都是清一社的社员。那么有些社头他们在因为人才流失，包括说因为传统的音乐在唢呐在我们北管音乐上在现代的社会是比较式微的，所以啊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比较不愿意学习，在造成这文化断层的状况下，有很多社头以前其实都是有我们的乐师的，但是呢在现在的状况下后，比较多的都是从聘请专业的我们的北管老师。在清一社是比较特别的，我们清一社所有的北管老师都是在地的社员，都是社员哦。我们的北管老师大家辛苦了哈，感谢我们所有的北管老师。那么今天拜团的就是咱聘一下咱的将军，就是咱的上苍将军，以及咱的官兵太子神将来参礼。那么万感谢咱将军组所有咱的工作人员，大家辛苦吼，大家辛苦。都蛮晚的，大概七八点。是哦。大家普进人。大公正路主管技术人员金碧清秋中央大客协议社高雄神书三神书案情行行家三敬修理一敬修拜再敬修拜三敬修拜请献上清秋来换香吼，来香进咱的大中路中，啊，准备着金球浸泡安眠，来恭祝咱好友神书神威显天，一敬拜，再敬拜，三敬拜，献上金球浸泡，以及咱八仙红菜，恭祝好友神书神威显天，物件刚提起来，物件刚提起来，啊，盘吼交咱的工作人员吼，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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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大溪号在我们的大庙